欢迎我们江晨航，恭喜获得奖项的一个荣耀，恭喜您。台南市金鸡旁边平港颁奖典礼，去年因为疫情来停办。111年颁奖典礼，18号伫个明治行政中心来举办。我们在市长嘛亲自来颁奖，来表扬优良的芳农，并伫个芳产品展示现场来体验旁边离心采收桶的操作，以及来试吃新鲜的旁边。来，指标来进关站，站。赞不赞？赞。好甜，好香哦。想必熊盖贺的哈，不会变胖哦，真的吃蜂蜜不会变胖。那刚刚大家介绍了这么好的台南市哦，喜胖的火烧、香烧、香树一箱一箱的啊、哦，养蜂箱，还有产量、产值拢是专台湾第一名，但是量第一名，我们接下来品质也是第一名，你看的。这样你要得特等奖，14位特等奖，27位头等奖，这都是台南的蜜上盖好的一个保证。哦，啊，尤其台湾的蜜内面20%都是台南的蜜，哦，所以说咱希望讲咱台南的蜜，哦，会当伫品质、数量已经第一啦，品质嘛是第一，啊，要过来就是要互更加侪人知影。而且非常感谢咱芳农大家的辛苦，哦，啊。会当予咱的台南的蜜，哦，扬名台湾。农业局局长李建如嘛来表示，为了来协助芳农来卖芳蜜，并严格来把关食安，维护消费者的权利，将继续来办理芳蜜的品鉴。目前台南市通过严正的芳箱已经来超过20000盒，民众购买时要来认明芳产品官定的国产芳产品证明以及产销标章。就是来购买到真正的国产优质的芳蜜。